又到我兄弟连加尔系列课程，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第25讲当中的条件语句的作业第二题的讲解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面。第二题里面呢，我们说使用 if else 语句设计自己一天中的这个一个生活，对吧？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自己写了，好吧？OK， 那咱们这儿呢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来，我们新建一个 homework 啊 to 这个加文件，第二题是吧？我们打开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例子，我们看，如何来实现呢？小白，写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吧。啊，你啊，刚好是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例子是吧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以小白跟女朋友啊约会的这个一天来作为这个例子，好吧？那我们先说出啊，比如说，这是，小白约会的一天，对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接收这个键盘的输入啊？对吧？所以我们呢，先把这个导包是不是先引进来啊？是 import 点 util 点 scanner 对吧 ？OK， 好，约会的一天咋约会的呀，小白？首先早上起来，然后看看昨天洗的内裤干没干。哦，是这么回事是吧？好，我们输出一句话，是这里呢加两个啊，这个标记啊。OK， 今天早上起床。今天早上起床是吧？看今天早上这个起床，然后看昨晚洗的内裤干不干？看昨晚洗的内裤干不干？内裤干不干是吧？干不干？然后呢？然后如果干了的话，是什么？要接收啊？对，我们就看你的内裤干不干是吧？做一个接收输入啊。比如说我们说一表示干了，这个干了是吧？一是干了。然后呢？比如说零啊，零跟其他数啊，随便写一个，就是没干对吧？是没干，请选择是吧？对。我们说啊，这里就这样就行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用一个数来接收啊，接收这个数对吧？对。那我们就用这个，我们前面的这个 scanner 还没有去实例化是吧？我们先在这儿啊，先前面呢给这个 scanner input 等于另一个 scanner 是吧？对。sexton 点 in 啊，表示输入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儿呢，我们就用 input 点 next int 对吧？接收一个一个值，比如说我们叫你的输入的这个结果吧，好吧？你选择的是什么？好，那你如果选择了以后，我们是现在就要做判断了 ，if else 判断了 ，OK， 判断，如果 result 等于一，那就表示。干了，干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如果干了的话，就穿上吧，穿上去跟女朋友约会。干了，就这个穿上去跟这个女友约会，是吧？女友约会 ，OK。如果没干，else， 那我们就用 else 了，因为我们就用零和其他数代表，是吧？else 就是没干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就还有点湿哈，那就不穿了，不穿了，直接去跟女友约会，是吧？也得去，是吧？对。就干不干也得去啊。对。这个还有点湿，是吧？对。还有点湿。不穿了，是吧？直接去跟女友约会。不穿了。然后直接啊去跟这个女友约会 ，OK。然后缠绵中突然晴转多云，缠绵中突然晴转多云是吧？对，缠绵中突然晴转多云。我就在 else 里面写了啊，这个啊，可能是要下雨吧，晴转云。
缠绵中，这个突然是吧？对，突然这个晴转多云啊，突然晴转多云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要看是不是要下雨了，是吧？嗯，哎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？所以呢，是不是有个，这里边下不下雨由你来选择，是吧？对 ，OK， 然后，表示如果是一，就是下雨，是下雨是吧？嗯，一就是下雨，然后呢，零呢就是没下，是吧？没下 ，OK， 然后在这再判断是吧？对，再是不是接收一下这个值啊？我通过这个 result 再重新去，是不是接收一下这个 next in 这个值，对吧？嗯，哎 ，OK， 好，接收完这个值再判断是吧？判断这个 result 如果是等于一，就表示如果一是下雨，下雨是吧？嗯，是下雨以后你们怎么办呢？下雨，我操，裤子湿了，节操不保啊，是吧？嗯，我操啊，裤子我刺奥是吧？对，我刺奥，我刺奥，刺奥，然后裤子全湿，节操不保啊。裤子全湿了是吧？嗯，裤子全湿，然后呢？节操不保啊，节操不保了是吧？嗯，节操不保了。如果 OK。else， 如果是没下雨的话，就老天关照，我继续拜拜。啊，好，老天关照，真关照你啊。嗯，好，就是老天关照啊，我继续拜拜，我继续拜拜。嗯，对吧？嗯 ，OK， 好。哎，这是 大概就这么多。哎，大概就这么多是吧？嗯。啊，还有更猥琐的，就让大家自己想，是吧？对。啊、OK， 好，我们就给个这个一个大概一个开头吧。好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啊。Ctrl 一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是吧？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说这个 scanner 有问题。scanner 有，哦，我们这个导包这里是。多了个 L 是吧？哎，我们把它去掉。哎哎，这个老天关照是吧？嗯 ，OK， 我们再继续啊，编译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再 Ctrl 二执行，对吧？嗯。好，小白约会的一天是吧？今天早上起床，看说内裤干不干？如果呢？没干是吧？嗯。小林。还有点湿，不穿了，直接跟女朋友约会。缠绵中突然晴转多云，对吧？嗯。哎，这个呢？一下雨。哎，下雨是吧？嗯。OK。我操，是吧？嗯。裤子全湿，节操不保了，对吧？哎，就是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结果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你选择如果不同的这个零一，比如选择一，哎，你就是穿上继续约会了啊，我们就没有继续往下做了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这是你就。大家自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个第二题作业我们就为大家先讲解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威哥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下期再见。